词条呢叫做"当代大学生的主打就是一个信任，用手机占座，用把电脑留在图书馆，骑电动车啊不拔钥匙。"这个哥们儿评价的非常的好，他说："当代研究生清澈愚蠢的对人性之高度信任，不应该这样子啊，是吧？这是一种缺心眼儿啊！你看这个。"我天，这是一种人性的狂妄啊！坦白的说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缺心眼、愚蠢的一种表现啊！这个谈不上是什么，什么信任，是吧？信任呢，应该是人与信仰间的建立。我信任真理，我信任上帝。啊，我信任这个，至善，这个东西呢是越来越屹立不摇动，啊，你信任肉体，你信任性，你信任生殖器，啊，你信任金钱，这些个东西都会被摇动，啊，那信任真理呢，啊，应该啊是不会被摇动，是吧？你这种信任，你信任什么？你这是缺心眼儿，是吧？这是一种缺心眼儿，你看一桌子手机，是吧？这肯定是这个父母给买的了，不是自己打工花钱买来的了，啊，这个没有生活阅历，是吧？应该早早的让他们经济独立，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这个，这样子说，哎，你看我们这里人性好，我们这里治安好，我觉得这样，你这个就是引诱人犯罪呀，朋友们，你们这是。啊，这非常糟糕的，我觉得这是人性蒙昧的一种表现，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个电动车，钥匙都不拔，啊，对这个父母的这个，他可能金钱来的都太容易，啊，对父母的这个东西的一种，啊，当然他父母如果是贪官，这样也挺好的，就这样吧，啊。这样的愚蠢下去，可惜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，啊，这个太悲哀了，非常悲哀。这工薪阶层的父母看到我这个视频，让孩子们早早的经济独立啊，再到家里住房啊，给房交房费，这是帮他们，不是。